大家好，我是二佳。有句话说，新手看价，老手看量，高手看筹码。不过筹码面的公开资讯大家都查得到，更多看不见的隐晦部分也必须从量价关系去观察与思考。因此先把重点排在前两句，新手看价，老手看量。这句话其实说对了一半，新手看价看的是电视墙的股价跳来跳去，过去是券商的电视墙，现在改成电脑与手机的电视墙，随着股价波动，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。老手会看成交量，因为量会透露一些玄机，让我们对价的可能方向有一些预判，比只看价的新手进阶了许多。不过这里有一个量价逻辑关系的重要分辨，如果只给我看量，我完全猜不到价的走势，如果给我看价的走势，多少可以猜出量的可能状态。这就跟旋律与和弦的关系一样，给我一组和弦进行，我可以弹出各种可能的旋律，但给我一段旋律配出的和弦进行，大概那几种不会差得太离谱。股价就有点像旋律，成交量就有点像和弦，价有涨平跌三种，平就是和昨天收盘价几乎一样，量也有增平缩三种，三乘以三等于九，因此共有九种基本的量价关系，价涨量增，价涨量平，价涨量缩，价平量增，价平量平，价平量缩，价跌量增，价跌量平，价跌量缩。这九种量价关系要看价的相对位置才能正确研判，光靠几句口诀可能这次对下次被扒，例如量先价行，量价背离，量增杀得凶等等，都要看股价的相对位置。因此新手也好，老手也罢，我们要的不是这次谁笑得大声，而是谁能笑到最后，长期稳扎稳打，细水长流的赢家才是我们的目标。而赢家看的是股价的波动逻辑，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，现在是回档还是反弹，现在是低档主力进货区还是中途洗盘区，还是高档主力出货区。这部分也可以参考这期教室208期股市的卫星导航。新手看价，老手看量，赢家看股价的波动逻辑。股价的波动逻辑也是价，但这个价不是电视墙的价，而是配合量价关系的价格走势，是连续的 K 线图所呈现的趋势。可以这样说，一开始的价是见山是山，学会看量之后，常常对价充满疑惑，这是见山不是山。理解股价的波动逻辑之后，从整体的视角来看价，就变成见山又是山。这是低档主力进货区的发动点，量先价行，后续果然发动一波涨势。这是中途洗盘区的发动点，量先价行，后续果然发动一波涨势。这是高档主力出货区的出货 K 棒，你也可以说量先价行，只不过方向相反，股价后续先呈现自由落体，再盘跌到 15.65。 同样都是量先价行，关键在股价的相对位置。这是高档出货区的量价背离，看到讯号先闪人，果然保平安，后面跌到血流成河。这是洗盘区的量价背离，你以为是头部区慢光光，结果后面大涨一段，只好干瞪眼。同样都是量价背离，关键在股价的相对位置。这是高档出货区，股价跌破颈线，量增杀得凶，看到讯号先闪人，果然保平安，后面跌到 16.9。 这是低档进货区，你以为跌破前波低点，又量增杀得凶，结果连续两天的出量都是承接盘，筹码被主力吸走后，后面大涨一段。这是中途洗盘区，你以为跌破前波低点，又量增杀得凶，结果这一整段是所谓盘跌型洗盘，后面涨到 23.7。 同样都是量增杀得凶，关键在股价的相对位置。新手看价，老手看量，赢家看股价的波动逻辑，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，再到见山又是山，这是一段需要不断学习与进化的路。学习是唯一没有风险的投资，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，有栽都不一定有收获，更何况是没有栽。二佳与大家共勉。好，那今天先聊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二佳，我们下回见。